自千本鸟居的结构图哦，你看到吗？来，阿中可以入境哦。大概是这样子。在桃园的守信坊，然后就是新开的，但是试营运，然后门票100元，而且早上班很尴尬，我没有带到钱。刚才还说可以刷卡，结果不能刷，所以记得现在是付现。然后他这边都是伪造日本的一些观光景点，像你看这边有千本鸟居，刚还有其他的地方，连之前我们去看的浅草还是哪里有一个中塔，那边其实刚刚那个很像，真的很像是从那边移植过来的。其实这边真的很可以逛，可是现在是因为四天连假太多人了，他排队，刚排队要排很久，所以我们再继续往前看走。嗯。到日式冷和风的万花筒区域，啊，万花筒它的就是上面这边都会有这些装饰品，来，这是它的解说，对，这是上来从千本鸟居上来的第二区块，就万花筒，静止的世界，对。上万花筒上来的第二个区块，就是来到了上面一个平台。啊，那阿中在这里。忍者，看到忍者。忍者。屋顶跟忍者。令家。忍者在这里。等等。来，你看那边下面人潮，今天是4月4号，人潮有够多的，你看。哇，真的是很多人啊，超多人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。噔噔噔，哎，这是武士头的两只脚。啊，这是他的参观的动线，对，叫做和谐之门。这里，你进和谐之门。然后我们往上走，我们快到下一区了。哎呦，哦，老公的大头，阿丢的大头。喂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。这边刚好摆了一株武士的铠甲，对，还有武士，取个很好听的名字在身上，我看到，就啊，就等了，啊，就开始进入雾影城，它的由来，它这次加企业守信坊做的整个一些它的核心价值，噔噔噔。你看里面那个是可以在动的哦，你们看这里，这个很多，这个机台是有在动的哦，这里你要看到，在这里哦，你看还是有工作人员在作业，所以是看得到的。刚刚那边是扁的，这边就被做好，它就胖了起来了。对啊，它自动做，它长大了。啊，它长大，它也长大，有看到吗？然后到这边冷却就开始。它扁的、啊，你看扁的压压，它工作人员拿了，它变大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！啊，你一直没看到、啊。
所以我说它膨胀了，变大了。它那个机器上面把它送上去就是膨胀了耶。对啊，你看，对啊，它把它弄上去膨胀。两个叠在一起。哦，它是两片叠在一起。啊，加馅料。浓缩烧。就这样，在这里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清楚，就是这个啊，这样子往上捅上去，它就变铜锣烧了，提到第二排去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进行下一区块喽，来，大家跟我转灯。哦，有看到吗？这个武士的大颠狗啊，对啊，讲错了，大颠狗的。然后那我们找正面，因为人有点多，所以我们到正面去。你说什么？什么的后面？大鼻子。大天狗，天狗。大天狗的后面，它就是一些这种影片。对啊，来，这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边这区块就是。那我们下进来之后，我们再往前啊。它这个就是还有这个天狗的手，就是我们应该拍照照片会有看到。噔噔噔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好。那从这边出来呢，它就会到它的这边，都会有很多那种布景的花。对，啊这边，啊一样，它这边右手边就是它的那个工作的，哦，就是可以给一些观光客，给观光客可以看的一些作业的情形。可以买紫色的伞吗？油纸伞，这造景。我想买紫色的。然后有提供一些小游戏机器，可以给人家玩那样子啊。它右边就是我刚说的作业区块，啊左边那下去就是一开始的那个画面，大家看到那人满为患采购的区域，就是在这边。哎。啊，这还有摆了一尊正武士服的大象，然后再有这些，他放了一些装饰品。好，那先这样子喽。来，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区块。嗨，我们来到了用餐休息区块。那用餐休息区块，就是大家有看到它里面会有这个装饰品啊。用餐休息区块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它旁边的啊作业的区。那作业区它用餐休息区块，哦，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部分。那我们再往前走，前面还有隔壁是 DIY 区。那我们走了哦。嗨，来看到了，这就是 DIY 的区域。那如果有报名的话，是可以进来这个区块啊。它是有时间性的哈。报名一次 DIY 是150块。啊，我们看一下 DIY 场所。那 DIY 区块出来这边呢，就是一个洗手间的区块哦。哎，啊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就是这边它有 DIY 的几个场次。那目前因为今天人很多，所以场次几乎全部都爆满。那因为这其实是亲子的 DIY， 很适合小朋友啦。那因为我跟阿丁都已经是大人了，所以应该就不需要了。啊，在这边啊，这区块还会有这边就是一些介绍 DIY 的一些影片。那就先这样吧。嘿，好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们已经来到一楼了，然后这边你看，很多电梯几乎都是日式的，有这边还可以用餐休息用餐。澳门是没打算在那边吃啦，因为怕说太贵了。那你们看这边，我们来看看他卖了哪些东西，其实就是手信坊里面他出的一些相关的产品。那我们来带一下哦。那他这边卖场旁边，我们刚顺着路走过来，他就是有这些日式和风的造景，这样他这造都很日式和风。看一下哦，你看阿丁已经在看他的卖的东西了，黑糖糕，哎，黑糖炒饼，
烧饼是黑冲绳黑糖。嗯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超卖很多的东西，凤梨酥啊，哎，这个雪花饼哎，这感觉好不错吃哎。嗯，草莓炼乳哦，如果喜欢吃草莓的可以试试看。看它这里哦，都做得很精致。看，好漂亮哦！无辜巧克力，这个做得很精致，这个是360块。啊，它这还有一些柜台，柜台就是这样放。哎，这个哎，哦，这个可以买哦。那哎，多少钱钱？哦，因为这个可以，里面东西吃完，这个袋子还可以用，而且还可以当装饰品哎。才150块而已。对啊，对，150块，那我们要买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件。啊，我也要，我要这个。有看到？有看到了，好可爱哦，和服。太懂了。这是和服的造型。等下再拿就好了。那、啊、我怕等下被拿走哎、欸，等下妈缺货。那你要先拿两个。先拿，我各一个啊。里面卖的东西都很合适。好，那刚阿丢已经把它拍完了，那阿东你要哪一个？等下再，等下先选了。哦，好，那等一下再拿好了。那我们再继续带大家下去看还有什么东西。这边，它这边就是冷藏的。有一个小区块冷藏，它上面就有这种很多这种日式的小人偶。那除了这七块，它有卖了一些哦日本进口的一些水果吧？刻上去的。对啊，看这是日本进口的一些水果。人真的很，今天人真的很多。嗯，珍珠奶茶大福，大福，这符合台湾人的口味。大福，噔噔噔，还有这个，哎，这个之前有看过啊。这一般的卖场都有卖，对。啊，再就是一些泡芙啊，马吉都哎，有找到一个好东西的，我看到哎。这应该是阿丢会想买的东西。噔噔，在这里。噔噔，哎，他这里有提供购物小车。我最喜欢推这种小车了，很好购物，是不是？嗯，没错，没错。来，我们看他卖的东西。他是他卖的一些吊饰饰品。坚果。对啊，这边。他除了卖这个，他还有卖这个东西。有比日本还要贵吗？来，请阿丁说明一下。换算台币当然会很贵啊，废话。只要台湾进口日本的东西，都是换算过来都会比日本当地。哎、欸，它这个是有颜色的哦，它每个颜色就是一个代表不一样啊。黑色它是交通安全。啊，金色的话是招财进宝，那粉红色其实不外乎，其实大家都是恋爱运，日本的也是一样，也都是恋爱运。那白色的话呢，就是代表你的愿望都能希望都可以成真。国家还有红色，对，这是白色的部分。那红色的话呢，它就是代表阖家平安。这样总共卖了5款颜色，那因为。啊，下面呢，大家有看到这个吗？这个你只要到日本的神社啊，他有去抽那个神社的一些平安符，对，对，抽签，他抽签，有些神社签筒，不是签筒，就是他那个签里面就会包这些小小的这个东西啊，每个代表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再转过来给大家看，这边还有一些日式的牌子。还有这种的，还有小吊饰。在卖什么？来哦，来这边还有什么吊饰？牛虎。啊？牛虎，守护神，马的守护神。啊、
十二生肖。不是，他写八大守护神，八大护神守护神而已。好，这就是他卖的一些东西。好，就这样哦。噔噔噔，噔噔。那大家有看到吗？它冷藏区其实还有卖很多，像这个泡芙啦，还有这种铜锣烧，这个也我蛮推荐的。那我大家来买试试看，噔噔，来一个，放进来。然后还有卖这些这种的绿豆牛筋，那还有。冷藏区就是还有这些，然后泡芙。那我们来个北海道的泡芙，把风进来。噔噔，那还有卖这些。还有卖这个综合雪卷，还有芋团子。那我一样也是拿一盒。一盒来吃吃看，噔噔噔，还有，那把它摆好。嘿，那大家来看，哦，这就是手工啊 DIY 的一些区块，就是卖场旁边，它会就会有一系列也是主题。他们手西坊都会有各项产品的主题的一些小柜位，那这个它就是卖这个条，啊、哦，有点像牛奶条，对。卡尔森面。对。来哦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排队排太长。来，这边有它的招牌，武士的面包，法式面包，它做的那种包装武士的，非麦饼。如果没有武器，可以拿法式面包当武器，因为它是面包区。这一间店呢，它就是一些他们自己现做的一些面包。对，它你看它这做的东西，这柜子，面卖面包的，这样拆还蛮好的。没了，婴儿保健。保健，那、啊、就刚那这个啊，非卖上面挂的那些都非卖品，就不能拿。宝剑卖完了，就是那一个宝剑。来，再来就是鲁冰卫区块，鲁冰卫，来是他的招牌，噔噔。啊，鲁冰卫卖的是那种铜锣烧。嘿。大家还有看到，你看现做的草莓，噔噔，它一样也是排了很多人。现做的哟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不过人排太多了，我们还是放弃吧。哎，那我们来看有什么东西，噔噔，来跟着我的车子走，噔噔，你看，还有这个铜锣烧，噔。哎呦，他这边蛮有名的，就这铜锣烧，还有这些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看起来每颗都很好吃耶。草莓要两个，草莓。哎，这就是工作的区台，看起来不错。那这就是整个。卖场的格局规格，噔，来哦，看我们的东西来了。好，不用去排刷卡，那我们就现在在它这个日式和风的榻榻米上面，马上为大家来开箱。哎，还有这一袋，嗯，来看看有什么东西。是买一千送的。是买一千块送的铜锣烧，消费有一千块就会送一盒铜锣烧。哇！然后就是我们买的浴衣，两件浴衣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草莓炼乳雪花饼在哪里？哦，草莓炼乳雪花饼，有看到？雪花饼，哦，这是一袋。等一下会打开给大家看。
试吃试吃。好，女生的是曲奇饼，牛奶，牛奶口味的。牛奶口味。哦，这里曲奇饼。女生和寓意的是这个的。好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主要四怪，忍者。忍者。忍者。芒果冻，有看到吗？芒果冻有。然后女生的，她这是也是一样，草莓炼乳。草莓炼乳，好。好，招财猫。喵喵，它是五脏丸白巧克力杏仁。这里。然后接下来是。不倒翁，开运招财，它是牛乳饼。噔噔，它每一罐的每一罐的口味都不一样。它因为太好看了，所以我们四罐都买了，一罐200块吧，好像一罐229还199，忘记了。今天总共花了1000多块，真的。1300，因为它还有折价券。哦，它有门票入场券150块，是可以拿来抵用的。然后是我老婆买的，这个是烫牛血。你那时候看什么？这个铜锣烧。这铜锣烧冷的哦，它是冰的哦，我从冰冷。等一下打开给大家试吃。然后、这个、试吃看看泡芙。北海道牛乳做的泡芙。泡芙。然后还有这个，主要是这个。看到的噔噔，这个蛮推荐的，这样很推。综合，这个是忘记叫什么东西了。我有拍，我等一下会把那个图，我有把那个影片，请大家往前看，有说这个名称是什么，而且它里面包的东西，还有外面这个皮，对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，买了那么多东西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样东西，然后他送了一个铜锣烧，所以是10样东西，然后等一下会来试吃给大家看看。而且看，我刚发现了铜锣烧上面胖图案，哦，有忍者的图案呢。看了一下铜锣烧，它有忍者图案，因为这边有。哦，对，忍者图案就是这样哦。嗯，把东西收一收。北海道牛奶，然后来试看里面的东西。嗯，哦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那边满满的馅料，那边满满的馅料都是牛奶的，还蛮好吃的哎，我可以推荐大家买这个北海道泡芙，很好吃。那就要再办，要交给阿兄，阿兄谢谢，靠谱了，谢谢。那我们再开箱这个，这就是铜锣烧。哦，它有图案。就是冷凉的哦，这是冰冰凉凉的哦，铜锣烧的图案。那里面还有这样，铜锣烧，那里面还有这个馅料，嗯，是吧？哦，还有包东西，我再咬一口。上面这个啊是草，有点是草莓，草莓馅。下面这个红更深一点，就是红豆馅，冰冰凉凉，超好吃的。这个第二个我也蛮推荐的，买的，我也很雷，我也很雷。那一样的蛋炸胸，嗯，我也吃太多东西了。但是这个就是吃一个，
我吃草莓好了。好香哦，那我这边我就闻得到那个水果的香味了，草莓味道蛮重的。对，而且、啊、我记得好像一盒是200块吧，我在拿的时候，也满满的都是它的皮。这个如果家里啊客人来做客来摆盘，很适合，因为很看很合风。它、啊、里面其实就有点像是那种那个蛋糕皮吧，这个。这个黄色的这个有点像是那种铜锣烧的那种蛋糕，我烤门票了，嗯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。看我老婆这样吃，吃到完全都不想讲话，那表示真的很好吃。可是她草莓掉了，我看到草莓，我的另外一边草莓。对，看起的麻糬，外外面那层是麻糬，这个是第三样是为大家试吃的东西，也不会很雷，很好吃，不愧是手心榜雾影城里面卖的东西，还会有这么多人买。而且它的分量每个都很大，所以我就试吃一个草莓口味好了，等一下这个我们要慢慢慢慢品尝。那再换这个，它里面的一个饼干，它饼干是雪草莓炼乳雪花饼，就草莓炼乳雪花饼比较特别，因为其他的像女生的浴衣的，它是曲奇饼，其实曲奇饼的味道也都大同小异，只是来这个草莓雪花饼的包装是就是草莓包装，它这样子，哎，好样被搭，开箱来吃哦，看一下哦，哦，啊，里面是长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清楚，好吗？然后这草莓，把它试吃，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方形的这样。它这个上面这个就是草莓，有点草莓，这样，感觉就很像花生糖，感觉有点像花生糖。那我来试试看，嗯，嗯。花生糖加饼干的综合体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，这一层一层，这是饼干，外面这个有点红，有点粉红色，粉红色，这就是花，有点像是人家要吃那种牛轧糖，牛轧糖的那种的软，再更软一点，然后包覆在饼干上，麦芽糖。不是，有像麦芽糖，不是，就牛轧糖，我忘了。这个是草莓，草莓炼乳雪花饼。那再换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是女生和不版的，她手里面包的饼干是去牛奶口味的曲奇饼。那牛奶口味的曲奇饼是这样，它的包装是噔噔，这边就是有手信坊的 logo， 对，那它的包装是这样，来让大家试吃。嗯，哦，
这个应该很好，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吃的，就喜饼里面很多才会出现的一个纹路。噔噔，来大家吃一下，这个应该也是蛮奶味蛮重的。是蛮好吃的，也是不错，也是蛮推荐的。那我要把它吃掉喽。嗯，还蛮好吃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吧，就到这里了。嗯。你那个断点很乱，对，有点乱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，记得在帮我们的 YouTube 影片上面帮我们点个赞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哦。我们是伟忠生活人家频道，那希望大家期待我们下次影片哦，拜拜。